这期视频呢是白娘子的一个驾驶教程。服务器是7.2的系统啊。我以为能戒掉，不然会一打扰，谁知越努力抗拒，你越是喧闹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我手心里的空荡，以后会有谁会进来造访，在拥挤的人潮，我打先安着，咱们去传下需要传的文件，我看一下。服务端，还有这个都是传到服务大家。只有能做停靠，也难免我拉着过去不放。服务端，只不好想念你。时候再多时光都徒劳，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。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这个解压没了，这个其实解压是挺简单的，我要管多久才剩下的就是改客户端，直接去改客户端吧，直接改客户端吧。客户端这个文件，这个需要用到一个打包解包的工具啊，我们先把它拉出来。包解包的工具，先解包，生成一个文件夹，我们把这个文件夹打开，看一下需要改的文件是哪一个，是这个，我直接搜索就行了。修改这个文件，这个地方大区，然后这个后边的 IP， 就修改这一个就行了。改完之后，我们再给它打包回去。到桌面就行，不行吗？这样子，放到打包解包工具里边吧。5324，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文件大小，它有时候可能你弄出来不一样，就可能你打包解包错了，然后它你替换回去是不管用的。这个端啊，还有一个 PC 端，这个是之前时代论坛发的一个 PC 端，这个已经去掉它的那个IP限制了，可以用。
这个地方呢需要替换的是这个地方，也就替换这个文件了，把这替换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找一下，总共两个地方，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 PC 端，待会儿我会打包到一起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再给它拉回去。接下来就是登宝塔了。再停一下，这宝塔已经装完了，我们看下一步。登录宝塔界面，安装这三个，1.14数据库，这个数据库不要按啊，这数据库待会儿去这个软件管理里边按，就这个数据库。这个过程很难，我也是先暂停一下。这个的签名是什么？数据库还要等。设置这个数据库的账号密码。
服务端，我们已经传过了，谢谢啊。这两个是装了一个解压的一个那个程序，还有一个 NC。这个解压的有的那个服务器自带啊，其实你装不装都行，它应该有的都有。这个服务端不需要改东西啊，然后把这个解压替换到共用解压就行了。这个什么防冲刷的这个机器人开启电子权限的这个，我们也给它设置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就是开启电子权限的 ID，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进去的，所以直接触发两个。然后就直接启动游戏。Thank you.
这启动有点慢。是我服务器的原因，这时间太慢了吧。这个启动真的太慢了，我们先退出，因为服务器还没有启动好。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远落，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，你选择去崇拜谁呢？怨恨谁呢？假装热情的冷落，假装自由的枷锁，你最后成为了什么？燃烧华丽的烟火，绽放一次就足够了，奢求什么？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？也许被一身狼狈，也许被为生无畏。进不去啊，没时间。
这 GM 权限也开了，可以刷一些东西什么的，你再看一下是对的。月宫太冷清。好了，教程就到这儿。